點解我會素食？因為素食令我快樂。嗯，我點解中意煮嘢食？因為天生 DNA 就中意煮嘢食。點解我今次煮素食？因為我想推廣無國界素食文化。咁啱唐玲同埋我嘅經理人都係素食主義者，所以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呢個新嘅素食嘅潮流。點解我要推廣素食？因為我好想將呢份快樂分享俾我身邊嘅人，無論佢係素食者或者唔係素食者。我和佐治将会出一本食谱，和大家分享素食之味。